两好球三坏球还是保送的。这个球打到了右半边落地，佳妹这一次的跑垒就比较谨慎了。哇，触身球变触身球，许建宏原本棒子摆出来，结果刚龙出现了触身球，现在兵不血刃无人出局了，变成了满垒。投在外角地方，打到了右半边落地了。阿坤拿满垒的安打，现在中信兄弟在场上是区间车，一站停一站，还是保持满垒。来，满垒21个打数当中有过6支的安打，这支安打出现，至少2分要回来。哇！啊！只回来1分，只有1.59的打击率。最棒，打成那个中间方向深远的飞球，但是看到哇，这个球出去了，陈文杰打出了一支3分炮。哦，这也是今天一集了哈。尤其今年中信兄弟面对到高龙的投球非常的不顺手，但是这场比赛在2局后半一口气灌进了有5分，陈文杰的第3轰。杰森这边真的是讲得非常好哦，那再多重复一些，得点圈打击率低哦，那就打给你。我前面说今年陈文杰得点圈打击率还有待提升。哇，这一棒打出去，第一时间看郭天信他在靠近全垒打墙之后转成正面，然后脚步也变慢了，一度觉得是不是就是说天哥他已经有机会要来接到出去了，结果做一些比较算是转身的缓冲嘛。对。